打成了一个投手方向缓慢的一个滚地球，游击手补在后面 safe。 兄弟象十号在台南主场跟同一师对战，被看好的兄弟象不负众望，八局上半兄弟象林明杰一分打点安打，三垒跑者回本垒拿下领先分数，这支安打也是林明杰生涯首安首打点，这也比较罕见哦，反而是在过去经营，哇，这时候一垒上跑者跑了。回顾第一局上兄弟象先攻，在一人出局一垒垒包有人情况下，打击者遭到三振，一垒跑者吴东荣盗垒成功上二垒。还有一个优势，因为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，球队还有一场比赛要打。第一球就出棒了，打成那个内野后方，哇哟，这个冲天炮最后二垒手往后退猜拳，并没有一局上半两人出局情况之下，相对打击林志胜击出二垒后方高飞球，统一猜一拳守备失误，让兄弟先取得点。右腕手比较不应该，这棒拉得还蛮强劲的游击手没有办法挡下来，三垒上的跑者要回到本垒攻下分数，林元柱现在接到球之后要赶快的。一局下半师队郑凯文击出穿越三垒游击手的滚地安打，统一追平比数，接着兄弟投手买家仪投出触身球保送形成满垒，统一郭富林再度获得保送及回一分，师队以2-1领先。哇，这时候有机会手腕出现，而且这只手腕应该要带有打点了。而且上跑者现在通过三垒也要回到本垒得分。郑凯文回到本垒攻下了师队。比赛来到了三局下半，师队苏志杰因触身球保送，郑凯文四坏保送，在一出局一二垒有人状况下，郭富林敲出三游穿越安打，带有一分打点。接着蔡一璇敲出生涯首安和首打点，统一4-1领先。今天比赛结束之后，明天有一天的休兵。哇，这棒打成了左半边的飞球，走来手第一时间就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没有机会接到了。这时候是飞过了全垒打墙，曾陶荣这时候是扛出了一支阳春全垒打，这一棒把比数给追平了。两队一路差距都没有拉开，兄弟甚至一度落后，但到了七局上，相对曾陶荣轰出生涯第一支全垒打，兄弟追平比数，最后八局上半夺回领先，最终兄弟象以5-4同一师，由兄弟象赢得这场比赛，接下来将在10月22号与义大犀牛争夺年度总冠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